帶著姨媽去旅行，直到一家大小。現在我們來了phuket這個地方，是很近機場的。 Mia show your teeth, you're so funny。 對了，她脫了兩隻牙了。接著呢，這裡很近機場的，15分鐘就到的。為什麼來這裡呢？這裡因為有個 water park， 小朋友來到很開心，有得玩。這裡的旅行團有很多中國人，很多歐洲人，有部分的香港人，但是比較適合一些一家大小來的，即是小朋友來，因為真的貪他的 water park 來的。這個就是我的早餐了。這個年輕人吃的早餐呢，就是西瓜、西瓜和西瓜，和西瓜和西瓜都是他的。 Iron Man? Spider Man? Robot? 他早上呢， This is not a morning person, right?Today is the last day. We're going back. 今天就最後一天了，之後吃完早餐就會去多次 water park。 今次這個是帶著姨媽去旅行，因為我第一天就 M 到了，所以我就沒有去到什麼泳池等等的，所以呢最後那天呢，我才是帶大家去這個 water park 看看，還有這裡的泳池看看。呢度咧，我谂得佢唯一咧带呢个 scooter 嘅。咁如果有啲细嘅小朋友唔想行嘅话咧，不妨可以带个 scooter 嘅。Hi Spider-Man， you say you want to go to the pool, right? Funny, funny. Woo woo woo！ 头先扑亲，跟住食 ，I'm okay, I'm okay。边个又扑亲啊？我妈第一日已经扑亲啦喎。You're so happy！ 來到真係得佢哋最開心嘅啫。What happened? No Spider-Man！ 睇下Mia表演，佢是跳水啊，佢記得嗰度係咪啊？有樓梯啊，唔好跳跳咯。哦，好啦 ，sorry。俾咗720度大家睇先，係咪睇唔到嘢啊？睇唔到嘢好啦，而家開始介紹啦。咁我身後邊呢個咧有個冬菇亭啦，有兩條細嘅上滑梯嘅。咁跟住呢一個咧，仲有啲樓梯啊，又係啲細嘅上滑梯，好啱啲3歲到，我諗10歲 under 10歲玩嘅呢一 part 色。咁跟住有一個咧人造大浪，然後咧就有一個咧。上滑梯有2樓和3樓噶，3樓个超正啊，玩了好多次啊，有小朋友都玩到噶，同妈咪。咁其实阿妈系4歲到咯，3、4歲咧都玩到呢个冇问题噶。然后仲有一个咧就系浮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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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。呢个 park 有 total 有3個地方可以游水嘅，咁呢个系最大嘅 water park， 玩2日到3日都可以嘅。今日少人啲咋，早幾日咧係好多人呼曬嘅，話俾我聽係100% 呼曬嘅。如果夏天嚟講，帶小朋友嚟呢度非常之好。而國籍方面咧，呢度有比較多歐洲人，中國人都好多，有韓國人見過，日本人見過，咁都有香港人嘅。咁你見到今日係比較少人啲，可能過咗個禮拜六日。禮拜二日一咧係勁多人啊，同埋我見到都好多人曬傷啊，佢哋可能用咗呢一個咧化學防曬，係咧甩曬皮啊咁樣噶。唔知佢哋翻到去會痛唔痛咧？好啦，而家咧我就準備去玩啦。就係喺水泡度浮啊浮啊浮啊，咁就會喺個池度咧浮一個圈噶啦。我呢個都玩了3次啊，唔止啊！咦，而家有人落水啦，而家浮俾你睇啦，就係咁樣坐上去，然後咧就可以浮下浮下，好正噶！走啦，呢個勁好玩嘅上滑梯。邊個你買到 ？Who are you？What house?
OK, done. Bye. Done. 呢個西瓜仁嚟㗎，恐怖㗎，食到好乾淨㗎。Are you watermelon people? 佢怕臭添，仲要上鏡嘅時候。Are you watermelon? Wow! Yummy? 哇，西瓜唔係唔西啊！佢真係好中意食西瓜㗎，飲飲飲。